一致の始めで、主は同じ命であると言っています。アーメン。是感谢主。就像因为主耶稣他来是做我们人的生命，他是来做我们的知识，也不是做的其他的，他是来做我们的生命。阿门。他代表那时候命期那他们也不那他们也是对就不让我们他们也要阿门。阿门。所以这个生命是可以享受的，然后就需要救援之后那里那是阿门。非常的主观，宣告但是都得非常的有用的事。所以我觉得我们三宝来说，我们基督徒里面有这个永远的生命，是我们每天可以享受的。アーメン。